因为这两天一直在下雨，这一个莫奈这一个枝头上面花实在是太多了，这个枝条都被它给压弯了，现在我就把它剪掉好了。怪可怜的，这个也剪掉，这个现在就要疯狂长个哈。这个花真的很漂亮哦，而且还非常的香。这个藤本浪漫宝贝这个花已经开了很久了，它前期的话还会比较好看，等到后期摊饼子了的话就有点丑，不过它真的很耐开，能开很久。大家看，这就是它前段时间的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很好看？里面包着的，然后外面慢慢的这样散开，现在也把它剪掉。看，这里都开始长出芽来了。哇，这个亚伯也开败了，大家看这个花瓣掉了一地，现在就把它剪。这个剪的还有点晚了，因为这个开花的话它还是比较耗营养的。挂在上面，哇，这旁边还有一个，先剪边上的，让这朵也开出来吧。哇，这个掉完了。这里面还有，哇，这个亚伯这一个时候是我最喜欢的，大家看到没？好漂亮啊，把它剪下来观赏。哇，这个亚伯真的是浓香型，而且带这种水果味啊，太好闻了。